床垫，对啊，你会不会里面打开，然后其实很满？对，很满，这里面很满。 你很久了吗？还一下下而已。真的、哦？对，那真好可爱哦。你还有大家都带走带一个小小的那个行李箱而已。我忘记带那个什么洗发精啊、沐浴巾那些，因为我很怕。没带。辣妹，早安啊！早。你有？你也没有带很多东西啊？没有，没有。 最早到了，对啊，雅雅最早到，所以我是最后来的，真的假的？所以你们已经到了很久了，我们待一个小时了，在等你们。耶，你们等很久哎。这么多包里面有什么？日常用？你不会还有东西在车上还没拿下来？没有，全部了，就这些了。你有带洗发精吗？那你有带吹风机吗？就都有带哎。哇，大家没带是不是？没带。 谁来了？嘿嘿，第五位来了，粉红姑娘，床垫，对啊，哦，好猛烈，好猛烈，好猛烈，最大的一个不行哎，这可以装人在里面，对，你会不会里面打开，然后其实很满？ 对，很满，这里面很满，超满。哎呦，哎呦，帅哥，只有你一个男生，对啊，嗨，遭殃，你可能要变女生。今天所有的苦力都你做了，他想说我怎么会来这？原本你以为还有别人吗？这边怎么那么豪华呢？